充实，什么都没亏。榔头，他妈的榔头，这个啥来着？榔头难道？榔头难道？对，可以，你读快一点，你再读一遍。我躺好了。全军出击！大力随我。我们人马上面，看我们直接上线了吧。嗯，要不要？但偷感觉这版本不好偷啊。没有，就上线。从这里叠补刀，你也可以开这扫描破血。他不来的话，我们可感觉可以玩到这块。要去那边吗？不去了吧，直接上线了吗？也行，一样。咱们跟他也先上线也挺好。猫来带着虚荣啊。嗯。可以。他漏兵了，女警没吃到。女警不补刀的，饼干加这个，带着虚弱，带着直接虐。好，不错，没闪了。他虚弱还给错了，我去把他杀了。走走，越吗？走走，算了。先慢慢。他二级了，等我钩子的话可以。哎，你小心。没事，我要。我靠，他闪现躲我近。硬走出去，我这个没办法。哎，首先他夹的挺准的。一样，换一个，他没闪，他下波的，他们两个好像都没闪。啊，你还有闪？我交闪了。嗯，对，我有闪。对，下次这种卡线我们直接越吧，如果想现在打得凶的话，就是对 我感觉是可以直接越的，就你刚 A 了他一刀我就可以上，我就差一秒 CD。 这女警挺能夹的。其实这波是不亏的，因为现在我们在他们打好像死的。你先去藏起来吧，藏一个能吃到经验的地方就是。嗯嗯，多藏起来就不能。莫跟他去冲。嗯，全都我觉得。把头藏好。我刚才没闪，他这个油好像有点这样玩草率啊。他想帮刀锋啊，因为刀锋闪了的话，我们下路就会比较难受，野区也会很难受。白也在上。我刚才二级学的什么？二级没看。这女警应该知道我在里面。约的话还是可以约，约不了吧？这血量太高了。满血。对，满血约不了。嗯、我有点燃可以。那就先不上血。刀锋不见了，他是蓝头的。我有两个眼。我藏这个位置。我先上脚藏个眼，他上脚有真眼。你斧头应该没了。嗯，斧头没了也没事，我把线放着。嗯，刀锋在松动。
我在。沙漠跟他，沙漠跟他。嗯，是的，我第一时间就是直接 A 了，我没直接亏。他这种给盾了，就肯定沙漠跟他。刚好你一了两。对。你跟他换一下血的话就可以接。嗯，知道。不好换他血。嗯，不好换就算了，不好换就可以。我靠。这个女警好能加呀，加的受不了了。走吧。A 他吧，我给你灯。我觉得我们两个不太能打得。我给你灯。不太能打得过他。这个人太变态了。我可能有点猛。不用加的。这人好猛啊，操了，他妈的！我有点看不清楚他的 Q 啊，我靠！这人他妈冲上来一个打两个，有问题，这个人。我们连踩两个夹子，我靠！哎，我没西兰刀，很难跟他扎死。对。狼不够。文森特加青蛙，被一个女警追着一个打两个。给你个灯来了，关键离谱的是他补刀还是被压的。我还是死了，他肯定要回的，往前面压，看看能不能逮得到他，打断一下就是血手。他应该走了，往后退了，我们就飞吧。我进化好了，我能解得了他的输肉。嗯嗯，难道在中？他第一时间反应是往上路走的。拆个塔皮吧，或者看情况。我现在伤害很高了。看我。再看。他的盾太烦了，我有意义上我先动手，好杀，好多，他没闪，他没闪，走吧。对，我们下路就应该打得这么凶，不然老是我跑去，对，我跑去游走，然后你在下路又很憋屈，队友又没用。走，感觉还是得走，得打凶一点。他打野应该在，嗯，不是应该在，百分百在。兰博打野，没事，我可以不回的。这波他敢压塔，我就还不回。我这灯笼不用吧，等你到。不用费取消，但顺便也看看其他路打的怎么样。下路不见了，不知道是不是方案区。但推线的情况下的话，觉得他们大概率在打龙了，应该。龙我们也看不了。嗯。他不压你就算了。啊，这个我这个优势他已经不好压了。没人在，那下路肯定回了。我先看一下中路能不能杀了。好的。走，兰博，我在往你这边靠。可惜。这人马干嘛？没闪的就是你。嗯，可以闪。好大呀，这人马！蓝刀不见了。嗯，蓝刀。你不要死啊！你赏金很高。嗯嗯，先把这个打了吧。能碰龙先碰龙吧。赏金很多的。嗯。蓝博六吧。我这波在靠，莫甘娜比我先到。但是我们人马是没办法的。我在靠。
哎，莫干娜可以杀，这个莫干娜人晕了。对，这个维克托嘴上说着要养你，对对，嘴上说着把人头被窝嘴上。我靠，草里面应该有眼，草里面应该有眼。身体嘛也很诚实，是的，很诚实。还好，放了一下头了。没有，我先打你一点。没事，我本来就要回的，我就想吃个炮吃。看一下有没有助攻。嗯，随缘那个大。没错。那推线推的有点快。我逼了，我这波。要往中靠一下，莫甘娜有表的。嗯，我看见了，这里草里面有个声音，我去做一下其他东西。我先把这个，对，我往你这边靠一下，你小心点。没事，我有进化。我做一下眼，做完眼就来了。把他睁眼给他拍了。我靠！先把他先打残再说。嗯，他有表的，但是他这个血量也不敢上来卖。难道不见了？他这个血量不敢上来卖了，小心男刀就行。嗯，兰博挺舒服的，兰博在后面，我们就把他们人逼过来，然后就推塔就行了。不打架，这波不杀人。我的龙两秒，我还有眼的，我可以去做。这波先做眼吧。兰博走了，莫甘娜应该回了。兰博跟你中野发育比较好。他应该有闪。啊。先打呀，先打。我没灯了，十秒。没事，我就是先硬锤他一把。嗯，不杀他的，我们就猜他。嗯、难道要走下来？我大招。啊六。我先把这个人杀了，他被治疗救了。我靠！这个有点跑不了了。破不了他的盾，我没大到他，大到他就好了。不是，他直接闪现上来，金身加虚弱，不太好秒。你说对。我先买个这个。我们这波看小龙。嗯，这把要控龙的。他的辅助没闪，没近身，没虚弱。这兰博这么狠。嗯，兰博确实有点这个英雄，看这个经典。来来来，这里看看。我刚才也看看这个兰博。我在后面给你蹲。啊、哦，他死了，他死了。直接去下吧。嗯。你把兰吃了也行。嗯，可以吃。毒一点。抓下，你先去，我有打，有你的 W 过去的很快。他不要
哎，走了。没事，不用管我。嗯，我先吃线嘛，吃线控龙。他没惩的，你先玩龙，我帮他一下。我你也来吧，你也来。还是得来帮一下。结战一起啊，这兰博大招。嗯，这下我咋给破了溜了？女警没闪，兰博在我们野区。回家。对，直接去上吧，我们。嗯，我也觉得去上比较好。这帮人 ADC， 我们去中太难推了。这兰博来一次，我们就得跑。不是太难推，是他妈的他往中路一上，我们两个不敢动。对。这武器怎么？它这个装备上面显示了个蓝头啊？蓝头是什么东西啊？有 bug， 这个有 bug。皮森林先不管他了。哎，中路别掉啊！我这个掉很难受。男刀兰博都不见了。嗯，大概就是都快往上路了。我有灯的。哎，你直接退。嗯，刀锋交上好。没事，我们拆塔就行。男刀没炸了。哎，这个人怎么掉了呀？是啊，我们这上单掉线了。白掉了一个下塔，挺伤的。他们也改个。这里莫甘娜，你看我一下。我在这里打红。好，你打吧，你打完我再那个。中路。嗯，我在看。我两秒灯。嗯，我给你开塔。好。中了的话应该能。嗯。看一下，他不敢打。兰博没大了，兰博的呀。我觉得可以去抓一下他，看一下。包下来他应该打石头人，我来石头人包他，他会过来。这边，他直接走。我靠，他回了。哎，小心！不是，这里面他妈应该有野。哎呀，他直接交闪，我没有操作空间的。这里面他妈应该有个大眼，我觉得。这里有个灯眼，看到我们过来。哦，我说呢，这武器直接撑个头进来，有点难顶。我看下边给你说干锅算了。对面是把辅助想到你，挺送的，真的。不知道剑锋好像直接掉了，掉了的话有点顶不住，我穿连了。哎，来了 ，nice。嗯，连了还行，我们这条龙还是一样可以打架。他这个武器能不能打？他走了，没机会。吃了吧。这个给中单吃，要不然这个屌东西挺出来的。
再推一波中线，我给你推。难道在上？我可以加速帮你 A 他。不是，是不好 A。难道在上？这个兰博兰博还没出来。我有灯的，没事，那直接靠龙吧，把位置拉过来。我他妈的秒！这人在想什么？这人想直接啊，金身吧。阿加中亚。嗯。兰博在上面。我们去吃中。嗯。走。就得比他们凶，凶到不敢打我们。兰博是没闪的，对，啊、兰博没闪。什么意思啊？这个人，这个啊，你妈的，这个小头 K 的倒是真的挺快的。哎，看，那里还在打。啊，来，推中吧，推中，不管他们。推塔重要点，你推我帮你，直接把他拉到这边来打架。吃上河蟹，看一下有没有，有 ，nice。再推上路吧，我觉得直接节奏紧凑点。这里蹲蹲一个，这里能蹲到吗？那，看到了。我感觉没人来啊，哎，被看到了，你把上路推出去吧。再推一波，我有灯。我要走了，快点。嗯，我来了。走。我们直接走，别给机会。我还有灯的。我还差点钱，我就有找了。我有个暗找就比较强。可以。哎。应该他应该藏了，藏了。我两刀下去，他必藏。我觉得要不大龙，这兰博也在的，兰博找一下，抓一下兰博，没大伤。啊，我先下去。哎呀，可惜有一点。他直接打呀！兰博没大招，草率呀。说实话，有点装的。兰博没大招，没闪现，但是兰博可能不太敢过来。这个皮神也没有大招干啥。走吧。哎，踢了，中单踢了。算了，你没血、啊。算了，就中单被包了，我们回吧，直接回。我丢个大招过去。不管，直接回。这波他妈的血妈裂口。他们这样打就没办法。嗯，现在我们两个有点招不住。An enemy has been slain.他们不该死，他们死就有点过分。这样龙没了，看小龙吧。兰博有闪。嗯，我感觉你得买个表啊，这难道秒你的？嗯，难道秒我，我也能秒得了他的。还是不太怕这个难道，但是我可以先买个表放在身上。失踪。下波我有闪，我能操作的。我先回家做个表，等等我。OK。嗯，我先把表买。感觉最近的局老是队友，就是也炸的有点凶啊。我们最近的局总是掉大龙。嗯，一打团的时候队友就。好像就毕竟会拉胯一点。我买个干锅。嗯。这波我感觉你可以直接闪现上去打的，你有表。那我直接杀女警。对，我反正你就看你能秒谁，我直接给你加速。啊。我就直接上了，然后给你灯再回来，我们一定要带节奏。我在这里，他们看不到我的。可以，怎么说？啊，这里有个针眼。先来中，先把中路先占了。你看你能打谁？先走。莫甘娜没闪。没事，我没被晕。
还是啊。哎呦，他妈他刚好一个 E 遇到我了。哎，我的悟空留一下吧。哎，来，他妈他叫闪跑。没事，我们打小龙，主要是小龙，他们死两个，我海克斯闪三秒，我有灯的，你可以往前走。嗯，我这个兰博，兰博是有闪的啊，兰博是有闪，我好高。兰博可以了，看龙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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们打龙就行了。OK， 可以可以，这个这把应该输不了了吧？这还输，那真有点离谱了。这个龙魂很猛。是啊。走吧，回家吧。看样子这个 buff 并不属于。这把再输真纳闷了。因为上波我交闪，蓝波交闪把我杀了，然后到现在我没有看到他交过闪。啊、哦。就我们两个小兜一下。哎，这个武器，哎，你先别出去。哦，好高。可以，这个高牛、啊。直接推吧。牛的，牛的，牛的。他兰博在上，我们直接推吧。嗯。他武器不知道在哪，但是我们应该能推完，能上高地的。老哥，哎，我的没预判，没事没事，拆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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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兰博大招好杀，他这个帽子下，兰博没大，可以拆掉啊，直接拆硬拆，嗯，再硬拆，兰博没大，算了，队友都怕了，我们走。什么意思啊？这难道？可能这个是没闪。来来来，全能开，狙击，知道？干那，全闪 ，nice， 开的好啊，兄弟，这个小子，我靠，这样玩才舒服呀。嗯，对线这样不错，很香。确实，还是得靠你打出优势。这样我们才能带节奏，不然太难受了。我们下路不能当混子。嗯，怎么说呢？也要把握那种游走的那种感觉吧。那也是。就是对，就是就都不能丢失嘛。嗯，综合性。吸住！喂，女警！哦呦，被他跑掉了。这勾娃娃没法勾了呀，没蓝了呀。蓝不太够了呀。嗯，等这边复活，我们就直接给他拆了，先给他拆掉，剩一点血。